你男朋友又做错什么了，让你这么生气呀？我昨天只是不小心摔了他的手机，他居然说我笨手笨脚。什么？太扯了吧！我看他一定是不爱你了。哈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如果真的爱你，怎么可能这样说你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对啊，他根本是渣男啊！你赶快跟他分手啦！他真的太过分了。好，我决定要跟他分手，再也不理他了。宝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请原谅我。我们去吃顿饭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临时要跟我男朋友去吃饭，先走喽，拜。